5块钱买了真大一兜萝卜，今儿个了炸个萝卜丸子，炸好了以后可以炖汤，可以扣碗，可以烩菜，都可好吃。想学了可以跟着我学学。这萝卜擦成小细丝儿，方法可简单，材料也可简单。这萝卜切了丝儿以后压碎它，要不然太长了它有点出来，炸的不好看。这粉条将来想压碎搁到这里头。粉条萝卜葱开始放调料都可以了。盐13香，难得酱油。调料放好，放鸡蛋跟粉子，想吃着筋要多放个鸡蛋，一滴水都不放。要想丸子吃着筋，光用红薯淀粉不弄面，就这样请抓了一些抓匀，不能用小疙瘩，要不然光炸油锅。看着都不好看的，跟啥子都一样。看着不好看，吃着好吃，这煮饭都是跟玩儿一样的，你看都跟玩儿泥一样。一会儿炸出来你都知道了，香喷喷的，起锅烧油。诺诺，来烧锅，给你炸丸子吃。油温80%热就开始下丸子了，请小火慢慢炸，不能老射鸡料，老射鸡料外沤里生的，放了料白搅它，就这样，请叫它磕着磕住了，磕住了以后弄它灶里一黑色，它都开了。这丸子炸好就是毛红红的不圆，俺这还叫它毛头丸子。炸丸子的小技巧，挖几个料，勺沾沾水，这样丸子不沾到勺上，这玩意都掉锅里了，你看，可顺溜了。尝尝好吃不好吃吧？你尝尝吧，给学了。哎，一锅都出来真鲜了，好吃不好吃？嗯，筋拽拽的，外酥里筋。这你先搁那汤里头请炖了，咋炖它都炖不浓。那还糯糯硬的。不管啥，这丸子咬着筋拽拽的，煮了以后还是筋拽拽的，咬着都跟那吃肉一样。这方法还是俺妗子传给我的，她那老一辈的传下来的。喜欢吃的姐妹们可以点赞收藏一下，等到春节那时候炸一盆包菜吃，得劲的很。一小盆馅炸了一大盆丸子，这炸好了，一会儿要弄个香菜，烧个丸子汤，酸溜溜的，吃了可美了。